我能感受到某些空间的存在。对我而言，这都不是幻觉。或许我是个认知的吝啬鬼。一直以来，我很习惯做这些事，而不是无意识的。听说学校下个月打算要举办游泳比赛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报名参加？听说今年有许多队伍参加哦。我们的确可以试试看。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比赛耶。我们可以尝试多增加一些练习。哦，这个主意不错耶。希望我也能有好的表现。这是对目前的我来说，与人相处最轻松而不影响别人的方法。